这样并分两组，金川、昆明、临安，一组往西。农委说去这个片儿里边挖东西，周边的这个林地这里边都没有挖的坑啊，有新鲜的土啊，是吧？再观察观察，好嘞，好嘞，再付诸行动。行，一会儿农委再听听啊。行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，走吧，咱去那边，走。这片区域是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的一处城郊结合部，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的民警正在对这片区域展开仔细搜查，他们要寻找一个名叫郭红的男子。包括这土都特别硬，不像是上来的，是吧？郭红已经失踪十多天了，此前的各种线索表明，郭红是在进入到该区域之后消失的。所以我们判断，如果说郭红不幸遇害的话，这个区域很可能是第一案发现场。警方认为郭红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凭空消失，如果郭红还活着，他必定被人秘密拘禁在某个房间。如果郭红已经遭遇了不幸，他很可能被嫌疑人埋藏在了这个区域中的某个地方。会怀疑吗？是不是他失踪者不在了，被掩埋了，或者被投入到河里边去了？所以说我们在这周边做了大量的工作查找，但是呢也是这个没有什么收获。警方掌握的信息显示，郭红1982年出生，离异，邯郸本地人，经营着纯净水生意。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为什么会突然失踪呢？嫌疑人又是谁？和郭红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？整件事情还要从2017年4月22日警方接到的一起报警说起。聚焦一线，直击现场。一起难以定性的蹊跷谜案，我们无法确定，但是我们必须得继续调查这个事儿。一场斗智斗勇的政协交锋，我们其他没有证据，如何来证实他呢？毫无踪迹的失踪男子，无处寻找的作案动机，生死难测，一线正在播出。这天，郭红的女朋友吴某来到派出所报案，声称郭红不见了。她是12点多知道男朋友被带走了，后来就是手机无法接通，没有任何音讯，所以到下午2点就来咱派出所报警。吴某说他当时不在现场，这些全是听郭红的邻居说的，至于郭红到底是被什么人带走的，他也不太清楚。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只是简单的一个债务纠纷，或者是有矛盾，所以就跟随着报警人到了这个事发地点。郭红的家位于丛台区河东村，民警赶到时，郭红的母亲和大哥已经回到了家中。肯定他知道的，中午11点多了，找了一个人没有，他扔一个发觉孩子，他放心，他不放心吧？当时我想的还不就是说，到家来，是不是？我说到家呀，我说那的，咱也不敢去往那块想了，也没法想，你早晚往那块儿想了也。对于郭红当天被人带走的情况，郭红的母亲和大哥也是事后才听说的。见此情况，民警立即找到了周边的邻居了解情况。经过走访邻居，确认郭红确实被四名男子，从家中叫出来，带到一辆车上带走了。这四名男子究竟是谁？民警在距离郭红家1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处监控探头，这个探头恰好拍下了当天的情景。监控显示，2017年4月22日中午12点13分，郭红从家里出来了，而他的旁边还跟着另外两名男子。叫出来，当时郭红情绪特别稳定，也没有发生就是冲突了，或者大喊大叫的之类的。此时的郭红看上去一切正常，而据当时的目击者讲，两名男子将郭红带到了一辆银灰色的轿车前，车上还坐着另外两名男子。当时看着还正常，但是在上车的时候有轻微的这个推搡，郭红显得不是很愿意。转上车以后呢，郭红的小儿子才上小学，就在后面追车，车就是直接就开走了。
郭红被带走之后，其家人发现郭红的手机随即关机了，此后就再也没有了郭红的任何音讯。涉及到这个人的失踪，是吧？找不着了。作为公安机关，第一反应啊，应该就是说，查明这个人失踪找不着是什么原因。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，我们感觉这里边有重大的情况。到底是构成什么绑架啦，或者非法拘禁啦？我们无法确定，但是我们必须得继续调查这个事儿。民警走访得知，周围的邻居并不认识带走郭红的那四名男子。街坊邻居反映，对方四个人都是男性，从年龄看都比较年轻，也就是20岁左右，其中有一个人年龄稍微大一点，已经应该是将近30岁。据目击者称，四名男子当天驾驶了一辆轿车，郭红就是被塞进车里带走的。民警立即利用监控探头，对案发时间段进出村子的车辆展开了调查。由于当天进出村子的车辆并不多，经村民辨认后，民警很快确认，这辆车牌尾号为001的银灰色轿车，应该就是嫌疑人驾驶的作案车辆。通过我们的公安系统查询这个车主，发现这个车主呀叫秦华。据了解，1987年出生的秦华就住在郭红家的邻村。经过对监控录像的比对，秦华很可能就是带走郭红时那名戴着墨镜的男子。见此情形，民警迅速赶到了秦华居住的村子。就这个车里边，看看看车里边啥东西。车感觉跟洗过一样，特别干净。没啥问题。既然秦华的车停在这里，民警分析他人应该也没有走远，于是民警在车辆附近进行了蹲守。果不其然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这辆银灰色轿车发动了。这要工作啊，你这车是你的车是吧？啊，你叫秦斌。啊，你好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在哪住的？就在这儿呢、啊、是吧？公安局的啊，有个事儿想向你去了解一下。有个案子啊，想找你了解个情况。出乎民警意料，秦华非常配合，民警将其带回派出所，立即展开了问询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派出所把你叫过来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郭红卫你认不认识？再回忆回忆，这个名你熟悉不熟悉？我记得我当时问秦华，你认不认识郭红？他愣了有一两秒，不认识。警方此前掌握的线索显示，秦华和郭红的孩子都是9岁，并且都在同一所学校读书，秦华很可能认识郭红。至于秦华的车为什么会出现在郭红家附近，秦华说他对此并不了解。见此情形，民警对秦华的车辆在2017年4月22日这天的完整活动轨迹进行了核查。很快，民警发现，在进入郭红家所在的河东村之前，秦华的那辆银灰色轿车曾经进入了一家加油站加油。那么，这个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点，因为你加油的时候人一定得下来。那么，不管是谁下来，至少能确定这车上坐的是谁。加油站内的监控录像显示，秦华的车在停稳之后，从驾驶员位置上下来了一名男子。经过辨认，这个人正是秦华。当时车上是否还有其他人，仅从监控中还无法辨别。4分钟后，秦华将车加好油，驶出了加油站，然后径直开往了郭红家所在的河东村。那么这两个证据结合在一起，就足以证明，事发当天4月20号上午，车确实是秦华开的。秦华对公安局去说了谎。秦华也确实是自己驾车到了河东村，出现在了郭红的家附近。至此，民警确信秦华说谎了。他为什么要说谎？民警对秦华继续展开问询。是当时在河东村啊，而且是在他家附近出现，这个你怎么解释？钓鱼去，出去玩去。红卫为什么会上你的车？你给我解释解释。拉他来以后，就说他是出去了，他借我车，然后我没借给他。
他说是，是郭红和另外三名男子借他的车，所以说他开车把郭红和另外三名男子从郭红家里边接上，然后开车带到了另外三名男子到了阜阳和桥头，那郭红和另外三名男子下车了，秦华开车自己回去。民警随后调阅了阜阳河桥头的监控录像，事实证明秦华当天开车经过这里时根本没有做过任何停留，也就是说秦华这次依旧是在说谎。虽然我们怀疑秦华而且他的可疑性最大，但是我们没有直接证据我们严格依照法律办事没有直接证据，传唤时间到结束之后我们让秦华回家。我们一方面对他这个人的活动轨迹也是展开全方位的调查，同时我们在这个紧张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也是采取一个这个内紧外松，让他也放松警惕，那么我们对他这个外围的调查恐怕更有利。秦华多次对民警撒谎，这让民警觉得这其中肯定有问题。而更为可疑的是，就在秦华被传唤到公安局，民警发现他手机上的通话记录、微信聊天记录以及短信记录全部被清空了。结合已经掌握的种种证据，警方认为秦华就是带走郭红的人。那么当天的另外三名男子又是谁？他们为什么会参与到这起案件中呢？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，要想查清郭红的下落，秦华以及他的那辆银灰色轿车是重要线索。民警决定还是围绕这两条线索继续深入调查。无法确定的暧昧关系，突然更换的发型、手机，他们之间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秘密？生死难测，一线正在播出。考虑到郭红是被秦华开车带走的，如果秦华真的伤害了郭红，那么他的车上很可能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。民警对秦华的车辆进行了仔细勘查。我们对车内的物品提取分析检验之后得出的结论是，车内并没有进行激烈的搏斗和反抗，排除了郭某在车内搏斗，所以车内不是第一现场。最大的难点也就是我们就按这个可疑人员他所说的，我们其他没有证据，但是如何来证实他呢？这是个难点。继续研判秦华车辆的行驶轨迹，民警发现秦华带着郭红驾车最终进入到一片城郊区域，自此以后郭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失踪人员，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感觉到失踪人员可能不在人世。无论郭红是生是死，对该区域的搜查成为了警方此刻的重中之重。可在这片区域，警方的搜查竟然一无所获。邯郸市公安局丛台区分局还特意向社会公布了协查通报，征集案件线索，同样也没有获得有价值的信息。郭红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前些年跟妻子离婚后，他带着儿子和年迈的母亲生活在一起，这次却突然失踪了，生死难测，这让郭红的母亲无比煎熬。我一直找，一直找，找不着，派了那么多人找我姐，给俺姐个派，给俺找，给俺闹，给俺给俺找，我给俺姐个找，闹个找，我都没有。起初郭红的母亲并不知道秦华是谁，但是当他看过民警提供的秦华的照片后，猛然间想起就在郭红失踪之前，秦华曾经到家里殴打过郭红。就说在4月11号的时候，郭红的母亲匆匆忙忙地接到郭红的电话，说妈，你回趟家，家里有点事儿。那天郭红的母亲匆匆赶到家里时，他看到儿子郭红已经被两名陌生男子打伤了，深刻连刻都拉着着的，我到了，你给我钱吧。郭红母亲确认秦华就是当天进入家里的其中一名男子，当时秦华和同伙正在不依不饶地向郭红要钱，
郭红母亲称，她当时一直在追问郭红，究竟是因为什么欠下了秦华的钱。对于这些问题，郭红都避而不答。无奈之下，郭红母亲掏出了700元钱交给了郭红，郭红随即将这700元钱给了秦华。咱的情况我也都不理解，就觉得他怎么我家还是找了，我家母亲是他脑袋打架了。但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。据郭红的母亲称，拿到钱后的秦华二人并没有离开，而是让郭红继续找钱。再后来，郭红打电话向女朋友吴某借钱，吴某利用微信给郭红转账了800元钱。郭红在4月11日收到，吴某某转账800块钱之后，马上转给秦华。得知这个情况后，民警再一次将秦华传唤到了公安局。秦华对此有着自己的说法。这700郭红卫要回来以后，立马当面就给了你。郭红卫的女朋友拿着800元钱也转给了你，这点你怎么给我解释？嗯，因为那个他欠我的。他怎么欠你啊？他卖水的，他欠我的。郭红的母亲还提到了一个奇怪的情节，当时看到郭红被秦华殴打，他事后曾想过要报警，可被郭红拒绝了。民警分析，如果仅仅因为1500元的欠款，秦华就对郭红大打出手，乃至于再后来又将郭红带走，这显然不太符合常理。他们之间应该还存在着一些更加不可调和的矛盾。作案动机我们当时也考虑啊，就是我们外围调查也没发现说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呢，动机也不太明显。郭红失踪的时间越来越长，秦华看起来依然很平静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就在郭红失踪20天后，民警从郭红的女友吴某口中意外得到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。他说，郝警官，我有个线索，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线索，你就是说这个秦华的爱人吉丹，在就是2017年春节过年的期间，就是经常往郭红家去找郭红，就举止很亲密嘛。在吴某看来，郭红的孩子和秦华的孩子是同学，郭红和秦华的妻子吉丹应该也是认识的，但不应该熟悉到举止亲密的程度。凭借女人的直觉，吴某觉得这其中应该有问题。最后，民警也通过多种方式对吉丹和郭红的关系展开了调查。和我们一起研判，就在一起开会，就是这个秦某就怀疑这个郭某跟他妻子有关系，也许就是这一个原因把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了。这一切都还只是警方的推测，仅凭这些，公安机关还不能对秦华采取强制措施。就是我们之所以没有急于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，主要是我们考虑应该把最主要的证据拿到手以后，这样对突破全案更稳妥。到哪里去寻找案件的突破口呢？考虑到当时和秦华一起带走郭红的还有另外3名年轻男子，这些人是谁？找到他们兴许就会有意外的收获。通过排查秦华的社会交往情况，民警发现他的朋友并不多，能够陪同他一起去带走郭红的人更是寥寥无几。通过进一步的调查，秦华的七弟吉涛进入了民警的视线。吉涛这个人，咱对他的身份信息进行一个筛查，吉涛17岁，然后在当地上学的。之所以将吉涛列为可疑人员，一方面是因为吉涛的年龄及外形符合目击者的描述，而另一方面，民警调查还发现，在案发前，吉涛曾和秦华有过很多次的电话联系。最后，民警赶到了吉涛所在的学校。吉涛的一个好朋友说，在案发后的第二天，就是23号，吉涛就跟他说过，说我跟我姐夫去打架了，把一个人就是打了一顿。更为反常的是，据学校老师和同学反映，2017年4月22日之后，吉涛不仅更换了多年保持的发型，还更换了手机号码。综合各种证据，民警决定要尽快找到吉涛问个清楚。群众提供说，吉涛应该是在家中居住，但是呢，经常晚上回来的比较晚。痛了。
严所长，刚才我们偷偷去看了一下，房间里边没有灯，但是感觉里边应该是有动静。李二和小三，通过探测灯，大家都看了，但是灯没点，感觉家里边应该有人。高楼的妹耐心等候，一旦有灯亮，立即组织抓捕。我们就在外围兵分两路蹲坑守候，一直等到凌晨十二点，发现他其家的灯亮了。灯亮了，肯定有人。谢谢大家。别动了啊，别动，别动，你们累了啊，这个。民警立即将吉涛带回了公安局。知道公安机关为什么找你吗？姐夫杀人了。你姐夫叫什么？秦斌。吉涛随后供述，除了姐夫秦华之外，自己和自己的两个同学焦龙、马文也参与了这起案件。随后，嫌疑人焦龙、马文分别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。根据吉涛供述及各种证据，我们基本确定秦华涉嫌杀害了郭红。不仅如此，警方还认定秦华的妻子吉丹也涉嫌参与此案。2017年5月23日，民警赶到了秦华家，对秦华及其妻子吉丹实施抓捕。我这打上铐子，背铐，给他铐背铐。黑个铐，铐吧，兄弟。给你一个，今天证是郭红为实话。31天整，就这个事儿，走，把吉丹带上。好的。知道公安机关为什么找你吗？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就是你冲动杀人了。把谁杀了？我什么？公安。郭红失踪一个多月之后，秦华、吉涛、马文、焦龙、吉丹这五名嫌疑人全部落网。从掌握的证据来看，秦华是这起案件的主谋。那么秦华和郭红之间有着怎样的仇恨？吉涛和他的两名同学又为什么要参与其中呢？秦华的妻子吉丹为什么会被抓？他在整个案件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？疑问重重。不过眼下警方最要紧的工作是先找到郭红。为泄私愤，他竟然痛下杀手。为讲仗义，他们竟以身试法。混乱的感情最终走向罪恶的极端，生死难测。一线正在播出。这个人是哪边？这是埋的嘞，头朝哪边？头朝这边是吧？捆的双脚，是这意思吧？哦，这是底下嘞，有多深？有多少公分？有多少？就这么多？半米吧。半米深是吧？好嘞，好。在秦华的指认下，民警找到了藏匿郭红尸体的屋子。这里是秦华拥有的一处门面房，民警在房间内终于找到了已经遇害的郭红。这是谁啊，秦斌？郭红。被谁杀害的？当时你埋进去就是他是吧？衣着都对吧？对。当时看到尸体以后，我们就觉得这个案件的定性已经都很明确了，也就是他就是故意杀人。那么秦华为什么会杀害郭红？吉丹的交代印证了公安机关此前的推断。秦斌为什么把郭红给杀死了？就是他给我在一块来了。你说在一块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做过那个爱吧。算，就发生性关系是吧？据吉丹交代，由于孩子都在一所学校上学，他跟郭红在2016年下半年的时候意外认识了。之后离异的郭红刻意跟吉丹走得很近，一来二去，2017年2月的一天，两个人相约去宾馆开了房，
直到晚上十点多，吉丹才回了家。就是回到家之后，秦斌问你了没有？问。翻你手机了没有？翻。发现啥了呀？就是给他通话记录。秦华告诉民警，当天他曾一直给吉丹打电话，但吉丹始终没接。结婚八年以来，这是吉丹第一次有如此反常的举动。我说什么情况？你怎么回来这么晚？嗯，他说那个，然后他把这个事情给我说了一下。吉丹就说，隔壁村的郭红，喜欢我，但是吉丹没敢跟这个清华说发生关系的事。对于妻子的说法，清华说他当时根本不相信。就是我怀疑他出轨了，我问他是不是你出轨，他说没有。后来我就是想，就是找个时间，就是想去证明一下，看是不是有这个事儿。找谁证明？我就是找那个，就说那个卖水的工位。有了这个念头后，秦华找了一个朋友作伴，两个人在2017年4月11日去的国家，找到了郭红。然后就是我就问他，你欺负我妻子了是吧？他就是他待了会儿，然后他说我没有啊。我说你还给我装是不是？然后老我就怒了吧，然后老扇他两个耳光。据了解，郭红当时非但没有主动报警，当秦华用报警处理来威胁郭红时，郭红选择了和秦华私下解决。他说愿意给秦华一些经济上的补偿。他说我给你借吧，赔你5万块钱行吗？就是借。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，郭红才把母亲叫回了家，并向母亲要走了700元钱，再加上向女朋友借来的800元。这一次，秦华从郭红处拿走了1500元钱。当时他们双方约定尽快将剩余的钱兑现，可是就在几天以后，当秦华再次碰见郭红时，他发现郭红的说法已经完全变了。他说要钱我也没有，你愿意咋咋的。秦华说郭红的态度让他非常生气。与此同时，他为了防止妻子吉丹和郭红再有纠葛，特意将吉丹的手机拿在了自己手上。而据秦华所说，就在这段时间，郭红还曾两次给妻子吉丹的手机打过电话。感觉这个人就是不把我当回事，然后就是跟我小舅子，我想就是教训他一顿了。由于郭红的身材比秦华要高大一些，秦华感觉一个人难以应付，所以在2017年4月21日，秦华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弟吉涛。当晚他给我说，叫我明天找了人。找人干啥？就欺负我们亲那个人。当秦华告诉吉涛，其姐姐吉丹受到郭红的纠缠和威胁的时候，吉涛是非常愤怒的。吉涛还只是一名学生，他觉得自己也有些势单力薄，于是听从姐夫的建议，他又去找了自己的两名同学。帮朋友吧，就是因为既然是女朋友是吧？你帮他打的给我你啥好处没有？没有。给我钱没有？没有。案发当天上午，吉涛带着同学马文、焦龙来到了秦华家，随后四个人驾车去到了郭红家附近。秦华和焦龙下车去找郭红，正好碰到郭红正准备从家里出来。正好被那个齐看见啊，然后他说二哥过来，然后那个人就过去了。过去了他说走，咱到车上说去。是啊，看着我开就是脸的人了吧，他也没说什么就是那个硬话吧，然后跟着我去往城里面走了。郭红上车后坐在了后排，焦龙和马文则坐在了郭红的两边。行驶一段时间后，车辆停在了秦华的一处门面房前，四个人将郭红押解到了屋子里。进门以后我说就是你个无赖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，就是说话也不算数。这个男的说话了没有？说了。说啥了？就害怕又求人了，都喊哥别弄我。就是我就扇他了，他就挡又躲，然后呢我就不让他动，然后就是顺手看看机器上面那个边里有绳子，干活那个绳子，我就拴住他手，拴住他脚。将郭红捆绑之后，
秦华到门外抽烟去了，屋子里剩下了吉涛、马文、焦龙三人。警方审讯表明，当时三个年轻嫌疑人又对郭红进行了殴打，然后我又下去打两下，往同事往脸上打了两下，这个接着倒是打了啊，我也踹一脚。秦华再次回到房间后，他又一次追问了郭红和妻子吉丹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。嗯，然后我扇他两个耳光，扇了两个，他就是承认了，他接受不了这种事实存在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动了杀机。秦华将郭红手脚捆绑，用绳子准备勒起脖子的时候，这该三人感到了害怕，对秦华进行劝阻。秦华供述称，当时怒火中烧的他顺手拿起身旁的木棍，狠狠地击打了郭红。我扇他，扇他以后了，我就敲了他一棍子。打他哪？是那破那个头低下来就趴到马路边，我的机关呢就不认得他。审讯表明，此后马文、焦龙、吉涛三个人离开了秦华拘禁郭红的那间屋子。那两个小孩先走了，先走以后，我说涛，你去车上等会儿我来，我就是想就是跟他谈谈。我那你走的时候，你和焦龙走的时候，男的还活着没有？活着，好好的。整个人是个什么状态？你再给我们描述什么样？你给我形容一下。那会儿状态能扶着墙走。就这样，马文和焦龙先行离开，吉涛在屋外的车内等候，秦华仍留在屋里。吉涛说，他当时并不知道秦华和郭红在屋里再次发生了激烈的搏斗。然后秦华一看郭红这么激烈的反抗，然后秦华就掏出绳子，又拿绳子照着这个郭红的脖子，按照秦华的供述，就这么一圈一圈开始缠，就是两人在搏斗当中，秦华就把郭红直接给活活勒死了。就是感觉没法解决这个事儿了，然后我也害怕，就是把这些亲戚都给连累了，我赶紧出去，然后就是让小舅，我说你先走吧，让他走了。走了以后也特别害怕我。据秦华交代，他当时让吉涛赶紧回家，自己则留在门面房内对郭红进行深埋。吉涛则表示，直到一周以后，他接到姐姐吉丹的电话时，才得知郭红已经遇害了。第二天，就是弄那个手机号挂了。你告没告诉他，秦明把人打死这个事儿？我觉得他好像都死了。就秦明把这男的弄死了是吧？原来，秦华在作案后的第二天，就将郭红遇害的经过全部告诉了吉丹。再后来，眼见公安机关找到了秦华，秦华夫妻俩开始有些慌乱了。在秦华的授意下，吉丹让吉涛更换了发型和手机号码，想借此逃避公安机关的追查。因此，吉丹在该案件里也涉嫌帮助毁灭、伪造证据被批捕。吉涛的两个朋友马文和焦龙年龄都不大，如果他们两个不参与，有可能秦华身边没那么多人，一个人或两个人去，有可能这个事情实施不了。所以说他们的发盲和无知以及哥们义气害了他们自己，也害了他们的家庭。婚姻是一种责任和义务，夫妻双方都应该洁身自爱，彼此尊重。婚姻更需要宽容和理解，夫妻双方应该坦诚相待，和气沟通。即便婚姻真的出现了问题，两个人没有办法在一起生活了，也可以通过法律解除婚姻，保障自己的权利。绝不能像秦华这样，为了泄愤，为了面子，最终导致一人死亡，五人被抓的结局。目前涉案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，可以在微博或是微信中搜索一线，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。这里是一线，我是陆晨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